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的估计就是长城守卫军的武圣兽了，所有粉丝就私信我想看一看武圣兽在同一个队伍的比赛，于是我也是千辛万苦的凑齐了五个小伙伴。可以看到单单从牌面上、气势上、金钱上，我们已经毫无悬念的碾压了对面的队伍。并且我发现一个小彩蛋，就是武圣兽在同一个队伍的时候五个人都会喊口号，很可惜是队内的，如果是对所有人那就霸气了。第一次玩玄策有点紧张呢，不过毕竟咱们是有着最强王者的意识，所以王者的意识加上青铜的操作，那就勉勉强强能达到一个黄金的水平吧。可以看到中路的安琪拉很疯狂的作死，欺负我家青龙去吧。二技能铁钩瞄准，一技能位移将安琪拉拉回来，再点二技能甩钩，平 A 直接带走，气势很重要。同样还是这个安琪拉，我说你小子咋这么倔呢，非得压线。好，木兰上了，机会来了，死老子一钩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哎妈呀，勾错了！大哥，大姐，我错了！妈蛋，等一波 CD， 机会来了！炸！嘿嘿嘿嘿，呵呵，嘿嘿嘿，啊！教自疗你也没用。其实我们这个队伍啊，不说实力，单单从气势上就已经压到对面心态崩溃了。毕竟这种阵容真的是难得一见，有的人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一次。这里徐某人的玄策有点水，毕竟是青铜的操作，大家就将就的看一下吧。有什么操作上的问题，也可以给我点建议啊。丫的，刚刚抓我，抓我，抓我！妈蛋，没弄死，不着急，撤退迂回一波。我靠，他怎么回了这么多血？走位，我躲，勾中，不虚，大招甩钩平 A。操作虽然很青铜，但意识绝对是王者级别的。兄弟们莫慌，哥哥我来了。打架之道在于专一，就是不管你是一 v 一、一 v 三、一 v 五，你只管记住对着同一个人死命揍，打完了就跑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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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一波了，不行，我要拯救世界，就近先杀一个盘古 ，nice， 刷出被动，有被动的玄策那就跟他疯狗似的，啥都不管，疯狂平 A 就对了，就近 S 真机，周围躲开安琪拉技能，与技能躲开致命伤害，敲死凯，被动根本就停不下来了，平 A 带走小乔，嘿嘿嘿嘿，安琪拉。哦哈哈，喷他 Q 误杀，还有谁？咱们队伍不仅有颜值优先定，还有实力。最后在队友的欢呼声中，我们一波推掉了对面的高地。当然，这次也非常感谢我的四位小粉丝队友，当我集齐了这一套武圣兽队伍。当然，大家还想看什么稀有的阵容吗？也可以留言给我，我能抽得到的，一定给你们抽到。饱饱眼福。